大家好，好，我们今天要开始来教舞蹈，好，但是首先先让大家我们有一个共识，就是拍子，好，老师音乐下来哦，先我们先大家一起数一下拍子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五二三四五六七八，六二三四五六七八，七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五二三四五六七八，六二三四五六七八，七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五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停。OK， 所以呢，总结以上，我们前面前奏部分一直到音乐下，总共有八个八，这是空拍。再来音乐下之后开始，一直到我们接 good time， 我们 good time 是发糖果，一直到我们接 good time 这边，总共八个八。再加五个八，总共是十三个八。前面八个空拍，我们基本上呢，我的设置是一到四个八，我们的 dancer 群就是慢慢的走到定位。当然，布里那边现场，我的设置是，你们现在看我的那边是主持人，主持人的方向，后面是我们新人入场。方向，后面是有路口。那男左、女右，男生三个在左边，女生三个在右边。新人到时候进场会走到第二队的这个位置。好，第一队、第二队、第三队，新人会走到第二队的位置。那好，算位置之后呢，再来就是。好，我先开始讲解一下动作。前面四个八，我们现在先讲前面八个空拍啊。四个八 ，dancer 群慢慢的走到定位。这时候新人还没入场哦，新人是从第五个八开始入场，走到定位之后，第八个八结束，就要到定位了。好，那我们。音乐下，然后开始第一个八开始一起跳，好，来哦，我先带一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好，我们到定位之后呢，我们会先，男生面对女生，女生面对中间，就是我们中间面对一起中间一起面对中间的红毯。好，迎接他们出来，但他们其实到的时候，你就要转向往前面，对，二二三四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因为我们头会跟着，四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时候新人已经进场，但是我们 dancer 一样，好，五二三四五六七八，继续。这时候新人已经进场，然后两个一起走，一样男生在左边，女生在右边。五二三四五六七
八六二三四五六七八七二三四五六七八。我呢是希望七二三四五六七八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差不多到定位了，因为他还有一个 buff 准备，大家都要大家一起跳。那七二三四五六七八他到了，这时候是七二三四五六七八。我先假设我是第二队，他是要找到第二队，他们七二三四五六七八到了之后，七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二三四五六七八，我们就已经转到前面了。这样说，音乐下就直接第一个八开始了。好，再开始讲动作哈。第一个八，第一个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我们跳的时候尽量动作放开，放开。那每一个拍，每一个节拍上面，我们尽量有个顿点，好，这样看起来比较会有一个一致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OK。第二个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我们先左边，再右边，再一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第三个八，在这里七、八，哦，你大家有注意到我的脚吗？哦，注意看我的脚哦，一、二、三、四、五、六。八，我们单数拍出去，双数拍拉回来，拉回来脚落地，一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OK。第三个八，在这里七八结束之后，我们一样左边一个开始。所以左脚点出来啊，左脚点出来，三、二、三、四，我们人的身体，好，做这个动作，稍微回蹲、回蹲、回蹲、回蹲，跟着一起数拍子，三，我们右手先推出去哈，三、二、三、四，转过来换右脚。一样，右手一样先推出去哈，五、六、七、八，哦，这个部分应该比较没有问题，哦，再看一次，三、二、三、四、五、六、七、八，第四个，在五、六、七、八结束之后，一样，我们左边先开始，哦。这是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再来划开划过去，四二三四二三四五六七八，看到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其实这部分我还在想，其实我就觉得三二三四五六七，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我们左边一次，右边一次就好了。好，四，左边一次，右边一次，再来就是第五个，第五个，我们加入恰恰的感觉，恰恰，
因为我们再来是第五大轮，五二三四五六七八，哦，五二三四五六七八，但是恰恰大家注意什么玩笑？哦，我先跟他们讲，恰恰数拍子是一二啪啪啪，二二啪啪啪，所以他的脚总共会有五个步，前后，但是因为我们只有八拍。啪啪啪那边的时候，我们脚是要跺步，就是稍微像碎步这样子。这个时候，右脚先出，一、二，啪啪啪，啪啪啪，这里就是三四哈。所以我带入原本的八拍，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再来一次哦，一、二、三、四。好，我的脚，这是右脚，这是左脚。一、二、三、四，是不用踩出去的。看一下，一、二、三、四。再来一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后背也是一样，啪啪啪啪啪啪，那边就是有点原地踏步的感觉。再一次，我先用慢动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OK， 来，好，我们第五个八，第五个八，来一次啊，第五个八，一二啪啪啪，二二啪啪啪，这样，五个八结束之后，第六个八，第六个八，好，第六个八听好，男生女生。动作是不同的，不同，包括新的也不同。注意听哦，第六个八，第六个八，恰恰结束之后，第六个八哦，男生一个动作，女生一个动作，新人一个动作。我先讲男生的，我们是一二啪啪啪，二二啪啪啪，这时候男生第六个八开始，六。二三四五六七八，八的时候头头点一下哦，一个顿点，八之后就不动，之后就不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再来男生第六个八，我们这时候会是脚一前一后嘛，收起来，后脚往前收。六二，身体微向左，微向左，出右手。六二三四，手放下嘛。五六，这只手起来，然后这只手有点就是撑着头。好，六二三四，这个也是一样，一个顿点。六六六。二三四五六七八 ，OK， 女生，这时候男生五六七八已经转向中间了。哦，我讲解女生的，女生是二啪啪啪，二二啪啪啪，之后一样，脚一前后嘛，第六个八，这时候男生。六二三四的时候，他已经手出去了，手出去了。女生呢，脚一样，后脚往前收，哦，后脚往前收。六二三四，脚是这样，六二三四往前收。但是头，我们是要看男生那边，就是有点。力量冲上去，那我看。
六二，好近一点，那个头一样，好，转过去，好，脚往前稍，六二，看着他们，然后就是有点疑惑，你直接冲他下看，六二三四，脚，好，脚后脚往前收哈，六。二三四，三四，转过来。六，二三四，也是转向中间。五，六，好，转过去之后，五六七八，五六。七八，脚是七八，顿两下，七八，就是我做一次哈，后脚往前收，六二三四五六七八，不用碰到脸颊，意思一下就好，好七。八，头微向左，身体微向左，脚微蹲，不动，定格，不动。所以男生是六二三四五六七八，女生六二三四五六七八，男女都已经向中间定格不动。新人。新人的第六个八，哦，他们两个在做这个动作叫新人，好，听好，先看左边，看右边，再看左边，再看右边，有点疑惑，有点疑惑的那种感觉，好，六二三四，两拍，转过去哦，六二三四，再看回来左边，这时候。稍微有一点点往后退，好，六二三四五六七八，六二三四五六，哦，往后退了哦，五六，然后七八的时候看换看右边，但是一样更往后退了，七八脚不动，身体六二三四五六七八，好。第六个八结束之后，第七个八，这时候 Manson 六个人一样不动。第七个八只有新人跳，新人跳，哦、他们先有点啊，卖菜翻身单呢，好、哦，第七个八，先拨左边，七二三四，七二三四，就用拨掉吗？七二三四。好，五六七八，七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是只有新人跳，这时候 dancer 一样动，一样不动。然后第八个，男左女右嘛，所以新娘是举右手，新郎举左手。所以说是新娘先举，一、二、三、四，他们两个要合体画一个爱心，啊，合体画一个爱心，所以新娘先举，一、二、三、四，四的时候才到，一、二、三、四，四的时候可以顿一下，换男生嘛，五、六、七、八，八，好，一样顿一下。七二三四五六七八，这个部分我们跟着也是一起哦。七二三四五六七八，之后下来，移下来，八移下来的时候，哦，因为dancer 团是没有差，我们自己就是两只手，
新郎新娘这时候你要移下来的时候，手机就去接，比一个爱心的，比一个爱心的，啊、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第八个，八二三四，四的时候就稍微一样哈、哦，一个盾，直到胸前的，到胸前的，五六七。八，一样，到时候顿一下，顿一下，啊、哦，八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二三四五六七八，再来就是又回到一八，一二。膝盖哦，跟着动，一、二，心跳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们是先往前，前、左、右、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OK， 二、二、三、四、五、六、七。这都比较简单的哈、哦，三二三四，脚一样跟着动，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的时候，新人，哦，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一样，啊、哦，四二三四五六七八。再来是第五个八，也就是我们最后一个八。新人一样，继续五二三四五六七八这个动作。男生这时候跟女生哦，最后一个八动作也不同，看好哈。用力到定点中停，五二三四，五二三四，五六七八。没问题啊，五二三四五六七八，五二三四五六，这时候脚抬动，七八，女生，五二三四五六，好，感觉好像拉裙摆这样，做一个拉裙摆的动作。右手先插腰，五二三四五六七八，好，谢幕了，谢幕了。第五个八结束，好，五六七八，那我们就可以拿起地下本来放在红毯两边的糖果，好，开始发糖果，那也接给新人。大家会上来拿糖果了。总来讲就是这样。好，那我现在带入音乐，带大家跳一次，带大家跳一次。两个地方不同。哦，一个是男生这样转向中间定格，这个时候的女生，这个时候女生。看这边，转过来，五六七八，女生哈、哦，这时候是看这边，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哦，新人是。二三四五六七八，接着跟着一样动。二三四五六七八，第一个不同的地方，再来第二个不同的地方。第二个不同的地方就是谢幕动作，谢幕动作，好、哦。
那是最后一个啊、哦，第五个八嘛，五二三四五六七八，女生，五二三四五六七八，好 ，OK， 我们现在带入音乐，带入音乐，我跳男生的哈，我跳男生的。二三四五六七，二二三四，哦，走进场，七八四二四五六七八四二四五六七八五二三四五六七八六二三四五六七七二三四五六七。三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五二三四五六七八，六二三四五六七八，七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五六七八，五二三四五六七八，六二三四五六七八。对，好，好，就是这样。这时候就开始敲南国了哈，敲南国了，基本上就是这样。那大家能记多少就记多少，好，先记好。那我们下一拜，下一拜，我们就是团练，那团练尽量把大家动作都带熟。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里，就到这里。最后呢，我们请出一位特别来宾啊，我们找见叫阿妹妹，阿妹妹，跟大家说拜拜。拜拜。看一下镜头嘛，这么不给面子。